都兰部落文化健康站日前举行的走秀活动，邀请到站内的长辈拿出家里头最漂亮最帅气的衣服，展现自己的自信。在活动现场还铺起了红地毯，更增添星光大道的氛围。长辈们也在红毯上走起自信的台步，还加了一小段的舞蹈，让现场是充满了欢笑声。长者迈开自信脚步，在红毯上走出自己的风格。都兰部落文化健康站日前举办走秀活动，邀请站内长者拿出家中最漂亮、最帅气的压箱宝服装，来一场文件站走秀。而在活动现场当中，也铺起了红地毯，更增添星光大道氛围，让长者犹如在星光大道上走秀。也可以看到，在红毯旁边的长者们也非常开心，为正在走红毯的长者加油打气。放着衣柜已久的服装在活动中重新展示出来，而长者们也不单单只是在台上走走路而已，有的长者还会增加一些舞蹈，或是拿出道具辅助，让走秀更加丰富。有每位长者都活力十足，且带来最具幽默、最创意的一段秀。此外，在走进红毯两旁的背板当中，可以看到上头都装饰着长辈们平时在文化健康站上课时的作品，通通在这场活动中陈列出来。也透过活动让长辈展现自信，重现年轻时的风采，更在现场与大家一起同乐。整场活动中欢笑声不断，也有一丝温馨的感觉。这番最东河乡报道。